去换人。这是什么奇怪的道理？是救这个世界的方法。没有道理，没有道理，只有选择。各条遍野，世事多艰。一只火蝉蜕，换一人足月的口粮。这是我一个人的。大家只想着一息之富，人心坏了。不是因为火蝉蜕，是因为彼岸花。成熟的金色彼岸花，只长在好人身上。有彼岸花的地方，周围的人就会多。只要从宿主心中驱赶出彼岸花，这里就能恢复正常。但是，宿主会死。现在我让你自己选，除非你自愿，否则我不会杀你。我不想死。善良本来就是一种牺牲，自愿牺牲，或者被人牺牲。只要我选对方法去死，这个村庄就能恢复善良。够了，我已经杀够了。说的是选择。你说过，这是选择。被一个好人自己选择赴死，你不觉得太残忍吗？只要没有彼岸花，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好人。生与死都是选择而已，我一直都让别人选择，现在是我的选择。要见识比生死更要命。